大家好，我是 Ben 袁富华。要有效预防艾滋病病毒 HIV， 除了持续正确使用安全套进行性行为之外，现时已经有预防药物 PrEP， 可以有效减低透过性行为感染 HIV 的机会。加上定期做艾滋病病毒抗体测试，和伴侣之间沟通协商等等的方法，做到综合形式预防。选取两项或以上的预防措施， HIV 感染的机会就会大大减低。趁着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，你都同我哋一样 stay positive， 用知识打破迷思，一起支持感染者，正向积极，我们都一样。